将学号转成电子邮件，那学号在这里 CF10500100203 这样下去，那到时候变成电子邮件是我们的 S 开头的，那后面是一样的，那后面再加这段文字 OK 吗？那函数起始段来，首先公式开始先等号，那抓什么 S， 只抓一个字啊， and 文字记得要怎样加双引号哦，小写是这样 OK 吗？接下来再 and 相加，那这边呢要取哪里开始取 CF， 不要从中间取，谁负责的 middle MID 啊 MID， 然后呢 MID 告诉你要告诉他从第几个字开始取，取几个，所以呢 MID 来开始的，他跟你要哪一个，哪个字源从哪里开始取，取几个，哪个字源，这个字源从第几个字开始取，三，那取几个呢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，取六个，六个，后面的六个，后面呢还要再加什么小老鼠 test.edu.tw， 所以呢文字相加用 and， 再来小老鼠 test.edu.tw， 这个就抓出来了，那接下来呢按两下，这个文字在组合啊，这个那就了解这么一下，这个没有用到啊，文字相加用到 and， 这个不用管长度，那这是第一个，来我们把它关闭了，来那还有个我关闭一下，再来如果这档案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呢，其实搞了半天这个你看一下，用取代方式来做，不是取代可以的，先把看到 CF 全部改成什么 S 就好了 OK 吗？啊，接下来再加了，那等于一定要等号开始哦，对不对？那就什么这一格做什么 and 文字小老鼠，然后就开始打了，所以你把事情想清楚来就搞定了，按两下那也做完了，好，按两下，那有时候我们在做合并的，有时候我们不，有时候要别的地方去使用的，有可能这个资料可能要给这个资料到第二个工作表去哦，或搬到别的地方去呢，你搬过来的时候会怎样，直接贴会怎样，没有呢，所以呢有时候搬家的时候要提醒你，有时候在这里做完可能到别的地方要使用，复制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要贴什么，按右键哪一个贴结果，叫选择性贴上，不要公式不要过来，这样可以用，哦，啊，这个就做完了，来提供你参考看看。